家人们好，我是老五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好人多。昨天老五发的一期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呢，有很多家人们都特别支持老五，特别关心我们家的毛孩子。老五在这里替我们家几十只毛孩子呢，在这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，也非常感恩。家人们那么支持老五，那么关心我们家的毛孩子，老五呢，也不能让家人们失望。老五会一心一意的把我们家的毛孩子照顾好。老五在这里啊，再一次感谢家人们支持老五，关心我们家的毛孩子。那么今天老五给家人们拍的是什么视频呢？今天老五带我们家三只毛孩子到户外去玩，也就是上一段时间呢，老五在狗推车上面救那三只毛孩，就是我们家的贝贝、还有憨憨、还有豆包。同时，老五希望这三只毛孩子啊，今天在外面都玩得开心。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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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，往这里看，猫咪，往这里看，往这里看。老五给家人们看一下啊，这小猫咪长得很快的。左边这一只大一点，哎，三个小家伙高兴的哦，毛孩子最喜欢在外面玩了哦。这个贝贝又回来了，小胖墩儿、豆包，豆包最乖哈。走，我们往前走，走，找一个好地方去玩，走，走，干嘛呢，豆包啊？憨憨高兴坏了，憨憨不能粘人啊。哦，那个贝贝跑那边去了，贝贝，跟着我走啊，不能乱跑啊。还是外面好，每一只猫孩子都很开心。走了，小胖墩儿，那个谁啊，豆包，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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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贝贝，走，走，带路。那猫孩子多开心哦，跑到前面去了，跑得挺快，老五的镜头根本就跟不上。走啊，那个憨憨，慢点，贝贝啊，等了那个谁啊，豆包，豆包吃的胖啊，跑不快，又回来了。走啊，贝贝，咦，憨憨也过来了，咦，看豆包，看豆包，嘿嘿嘿嘿。走，往前走，走。三个小家伙真可爱。你看，老五顺便给家人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油菜哈，就之前老五拍那个油菜花，油菜花特别漂亮，现在已经没花了，你看都快熟了，马上就要收了，满地都是。胖墩儿，哎，跑回来了，跑回来了。贝贝挺听话哈，老五一叫就回来了。刚才老五呢特别担心，还把三只猫孩子一放开啊就没了，呵呵，不过还好。贝贝要干嘛去啊，贝贝啊，干嘛去啊？小胖墩，憨憨回来，憨憨。这三只猫孩子家人们就不用担心，都很听话，三只猫孩子都很听话，也特别粘人，基本上离老五都不是很远。那我们往前走吧，贝贝，好不好？走，豆包，走。哎，这个有一点意思哈，你看吃的肥肉多。哎，快上来，快上来呀，傻瓜，那里面是水呀，快点走，我们往前走，走，走。哎，这一只牛啊，然后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你别看着它笨，它不笨哈，刚才家人们看到了，哗一下子就跑回来了，速度特别快，你看你看它不笨。憨憨下来，憨憨，啊哈，那是水呀，好吓人哦！快点，豆包，快点！这毛孩子还好，比较听话，老五一叫就上来喽，老五就害怕掉那个水里面去。憨憨，走！你看那只贝贝哈，跑特别快。憨憨，走走走！憨憨这么开心吗？啊，喜欢玩，下次还带你出来玩啊！哎，这个吃的有点胖了，走不动了。呵呵呵，豆包，你就休息一会儿吧啊，让他们两个玩啊。那憨憨呢？不准下去哦！刚才我讲了，不准下去，那里面是水啊，听话啊。这个肯定累了，你就休息一会儿吧啊，我带着两只玩啊。还不愿意，走，贝贝走。哎，憨憨，我走了，憨憨。你看，随叫随到。哎。
哈哈，你不要下去啊，青蛙。哎，不过这猫还是很聪明哦。这只豆包转一圈又回来了，哎，好可爱哟、哦。这只呢，之前老五说过，这是一只京巴串串。豆包不要下去啊，豆包。哎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猫还是终于还是掉到水里面去了，不过也没有关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回去啊。今天的视频呢，老五就给家人们拍到这里吧。现在老五带着两只猫还是回去呢，赶紧给他们洗一下。快走，走快，走好了好了，不拍了啊！今天的视频啊，不拍了啊！幸亏还没有掉到里面去。快走，走回家我给你们洗。贝贝你不要掉，贝贝你不要下去啊！豆包刚才掉下去了啊，你不要下去啊！走，我们回家走，回家跟那个谁呀、啊，豆包洗澡。快走快，豆包走，回家洗澡走，快点。快点！好了，豆包，我给你洗一下啊，到家了啊。幸亏呀、啊，还没有掉到里面。这只猫还是呢，家人们不用担心，也是刚刚掉到里面。我们家豆包呢，立马就上来了。现在洗个澡啊。豆包乖，洗干净了。哎呦，很臭啊，豆包。很臭。乖啊！你这个毛孩了，今天运气不好。哎，你这个澡啊，要好好的给你洗一下，太脏了。不要动，洗尾巴。